靓仔门多少？靓仔门多少？门啊门吗？嗯，门好像是四五十吧。四五十。对，不并不多哈，不能抢点啊。哎呀，偷一刀就呗。偷一刀就偷一刀就。这一刀斩结束了，够时间够哈，就是做一个屁股大概三十秒的时间，现在时间肯定够的哈，压个一刀斩就。哎，怎么说？这不叫不行，那一刀马上没了，这不打吗？压刀马上就没得啦，哦，数掉。OK， 大连怪，大连怪，直接点，我来。让他看着，让他好好的看着。让他好好的看着，看点颜色，看看，知道吧？没事，我要帮你扛刀，我帮你扛刀，没事，我帮你扛刀，没事，我帮你扛刀。好，好，老人小孩先走，老人小孩先走。完了。老人小孩先走啊 ！Nice， 用兵先知抽出闪了。好了，不想看了。淤泥的话最好不要当团队。速闪，真速闪。对，抽速闪。哎呀，靓仔哥哥要带飞了，真的帅啊，靓仔哥哥。三滴血啊，你闪。我感觉这刀能打到，打不到，小黑太短。哇，那这把稳了。专业对口，嗯，抽速闪啊，外有没有封窗？抽速闪，哈哈。好，专业对口喽，这把躺喽，下板子往这边转哈，因为板子一下这边就不安全了。看没，思路清晰，果然是玩速闪，思路清晰，果然玩速闪的，帅，慢踩的，这板子很多啊这边。闪现好咯，靓仔。没关系。你有本事你就闪我，我又不会被震慑。不愧是靓仔。哼，我要数了。张狂，他还有一个传闪。Yes。假闪。某人要没了。啊？这样闪吗，老师？来，靓仔，他直接打。走你。我分开走了。因为他咬你，好咯，能开不？那个地方，点是什么？中考也加油，中考也加油。那个小树伞，加油考啊！出名了以后说你是叶优粉丝啊！我还以为你真过来呢。电机多少啊？那我不能走那里了，我操！来给他来整高考采访，今天晚上加油，能祝你排位连胜吗？那当然可以。怎么说？八十一，走了吧？不用打了，不用打了，不用打了，省点棍子啊！等我吃刀，我直接在这里溜就行了。哇，行 ，OK。我去大门溜了哈。去吧，交吧，你没开门上了，交了，兄弟。玲珑，地窖，玲珑，一个冷漠无情的人，我原先像地窖在这里，哎，快走，哎，再走了，完了，再走了，先走，你还不传过来，为什么？太人精，哇，靓仔博弈真的帅，我多一手摇铃，哇，没事能翻，啊，闪现了。